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人人安全智慧交通系统。我们现在看一段短片，这一段动画呈现出了现在的台湾人们对交通的不安全，交通系统的不安全感。然后因此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智慧交通运输系统，可以让人们对于交通的不安全感有减低的作用。然后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智慧交通运输系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铁路安全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则是公路安全的部分。然后我们的系统后有结合 AI 的方式，让它变得更便利，然后更好操作。然后首先我们先从车站开始，然后在车站的部分我们做的是月台警示，就是落轨的自动侦测。当有人落轨时，它的光感应器会感应到它的光的强度变弱，然后并会自动触发 AI 助理，来让它的光它会自动传简讯到站务员的系统中，提醒站务员这有人落轨了，需要及时的救援。然后同时也会透过 AI 的系统传送到即将要进站的列车的司机员的系统中，告知他们就是前方有人落轨，要提前减速来避免伤害。然后我们操作一次看看，就是当他有人经过时，他会同时有减速，然后以及声音的告知。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铁路的部分，在铁路的部分，因为今年的4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严重的铁路安全意外，然后因此造成了许多人的伤亡，而造成这一次意外的主因就是因为有异物入侵到轨道中，因此我们设计了这一套轨道障碍物及时侦测系统。它是透有一个红外线避障模组所驱动的，当它感应到有铁道上有障碍物时，它便会自动传送简讯至列车的传送简讯至司机员的系统中，提醒他们前方有障碍物，要开始减速刹车了。同时它也会传送讯息至行控中心，来让行控中心的人去做对应的服务。而若司机员在接收到这些讯息之后，在障碍物前1公里处仍未刹车时，系统便会自动的启动刹车，然后来将列车停下，以减少伤害。接下来是公路的部分。公路的部分，因为台湾时常有就是下雨的情况，导致路面积水，而导致车子有打滑的，就是事故发生。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就是积水处理，就是警示系统。我们套由土壤湿度感应器来做侦测，当它侦测到路面上有积水时，它就会经由 AI 助理把那个警示讯息传给车上的就是导航系统，就是特有导航系统来跟驾驶说要减速慢行，或者是避开积水处。然后以上就是我们的设计的构想。我们希望我们的构想能够让每个使用交通系统的人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抵达目的地。那请问有什么问题？你强调有 AI， 那你的因为假如只是讯息的传递，除非你真的有 AI， 那你们的那个 AI 在就是像是一个就是助理的概念，就是他会接收讯息，然后去提醒你要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同时会因应你在的不同的位置，就是给你不同的警讯。所谓的不同位置是指说在公路或是在铁轨这样。还有。
大概是会跟营业本身是蛮好的。你有什么建议？就像我刚刚讲的，目前看到这个比较偏原件的使用，但跟思科学结合的很好。你们两位的报告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就比较可惜是如果你要有一点点是原件的，只是单纯原件的功能而已，因为把它串成一个系统，然后有一点可惜。等于就是没有做到延伸的地方。整体系统是。说要给电影建议，就是说挑电池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对，你们会太分散，太分散其实第一个你就不好做，第二个就是焦点有好几个，不够聚焦。就是一个主题深入做，对，会更有优势。不要选题而已，然后就深入做。而sensor不是主题，你sensor有多重不同的政策的方式，而且把整个铁路情境把它思考进来。比方说它的颠簸啊，有没有？然后有时候是它已经不一定在你的元件上，但是它的有些突出物已经影响到行驶，因为火车它是很宽的，对，所以就是你会用更多重的元件去找到更安全的做法，找一个主题针，会更有利。谢谢。他这个很厉害。对啊，很好。好，谢谢。